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里本来有燃烧中的磷，好、哦，它在燃烧，结果它的水位里面的水位一直往上，到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它不再燃烧了，好、哦，那个磷它就熄灭了。那证明了什么事情呢？证明了说这里面的气体有一种气体可以帮助你燃烧，帮助你燃烧。当你水面一直往上，代表那种气体一直被用掉，可以帮助燃烧的那个气体一直被用掉。当它上升到五分之一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再帮助它燃烧了，因为它已经用完了。所以可以帮助别人的燃烧，帮助别人燃烧那个气体，它的体积大概是五分之一。所以到上面的时候，它已经被用完了，所以磷就不再被燃烧了。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